많이 쓰이는 중국어 욕을 하나 배워볼 텐데요. 욕이라고 하기에는 조금 약할 수도 있습니다. 추에드어. 약하게는 경우 없다. 좀 심하게는 싸가지 없다. 못돼 먹다. 부도덕하다. 몰인정하다. 이렇게 쓰이는데요. 제가 유일하게 쓰는 중국어 욕이기도 합니다. 화장실에 들어가서 소변이 변기에 잔뜩 묻어 있는 걸 보면 추에드어 소리가 절로 나오지요. 니저 하이즈 현재 说话怎么越来越缺德，尤其是跟你妈。너이애 요즘 말하는 게 어떻게 점점 싸가지가 없어지냐? 특히 엄마한테. 你这孩子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缺德？尤其是跟你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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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国槐，一到夏天，吊死鬼可多了，蚊子也特别多。这不是谁这么缺德，把这树种在这儿。이건国槐라고하는나무인데느티나무쪽인가봐요제가잘모르고요여름만되면吊死鬼벌레이름인데요위에서거꾸로매달려있는그런벌레인거죠그런벌레가굉장히많아모기도굉장히많고누가그렇게싸가지없이이나무를여기에심어놨는지몰라싸가지없다가너무심하면경우없이이정도로해석하셔도되겠습니다这个叫国槐一到夏天，吊死鬼可多了，蚊子也特别多。这不是谁这么缺德，把这树种在这儿？这个叫国槐，一到夏天，吊死鬼可多了，蚊子也特别多。这不是谁这么缺德，把这树种在这儿？这个叫国槐，一到夏天，吊死鬼可多了，蚊子也特别多。这不是谁这么缺德，把这树种在这儿？这个叫国槐，一到夏天，吊死鬼可多了，蚊子也特别多。这不是谁这么缺德把这树种在这儿这个叫国槐一到夏天吊死鬼可多了蚊子也特别多这不是谁这么缺德把这树种在这儿这个叫国槐一到夏天吊死鬼可多了蚊子也特别多这不是谁这么缺德把这树种在这儿不是你说我干了什么缺德事儿老天爷得这么惩罚我呀내가무슨그렇게부덕한일을많이했다고라오텐예하늘하나님그런거죠하늘이이렇게나를벌을주느냐不是你说我干了什么缺德事老天爷得这么惩罚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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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挣过点儿大钱的人差不多都干过一两件缺德的事儿但凡무릇이런뜻이죠무릇큰돈좀벌어봤다하는사람들은대부분한두가지못된일을부도덕한일을한적이있다但凡挣过点大钱的人，差不多都干过一两件缺德的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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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拿着。자받아라아휘게이니라이신시러아휘가당신에게문자를보내왔네니缺德不缺德니侵犯他人隐私权양심있냐뭐이런식으로해석하면되겠습니다양심있냐남의프라이버시를이렇게침범하고来拿着아휘给你来信息你缺德不缺德你侵犯他人隐私权来拿着阿辉给你来信息你缺德不缺德你侵犯他人隐私权
哎，拿着。阿慧给你来信息。你缺德不缺德？你侵犯他人隐私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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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这么缺德呀？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누가이렇게경우가없는거야？죄송합니다，못봤습니다。哎呀，这谁这么缺德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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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现在啥也不能给你，整天这么耗着你。我那不是缺德吗？缺大德了。유부남인데여자가좋다고따라다니는거예요？오빠가지금은啥什么의방언이지요？방언이지만굉장히많이쓰이는거니까반드시알아두셔야되겠고요。아무것도너한테줄수가없는데맨날이렇게너의시간만헛되이보내게하고맨날너를이렇게허송세월하게하고이런뜻입니다。그럼내가너무못된거지？보통못된게아니고아주못된거지哥哥现在啥也不能给你，整天这么耗着你，我那不是缺德吗？缺大德了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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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现在啥也不能给你。整天这么耗着你，我那不是缺德吗？缺大德了是吧？哥哥现在啥也不能给你，整天这么耗着你，我那不是缺德吗？缺大德了是吧？